再拍一次。好，好，那再请大家让一下。我们后面哈，然后下午大家考试的时候，就从后面领取茶青，一个人两盘，一个人拿两盘，好。因为我们的茶青量有限，那我随便抓一把示范就好了。假设其实他考试的时候一个人是五公斤，而今天茶青量可能不太够，所以一个人可能会要五公斤。抓一小把代表。啊？抓一小把代表。抓一小把代表。首先呢，就是把这个倒在放了茶青的家里，放到温缸上面，放进来，然后把它倒满之后呢，推到炒青机前面。哦，大家看到地上有这个嘛，比较矮的那个层架，这一样也要把它拿过去，拿过来。这一站哦，如果大家要讲话，举手讲话也可以。他不讲，不像刚那一站，就是要每一个动作都要讲。这个不一定每个动作都要讲啊，你要讲也可以。好，回来之后呢，再来请接，请接草青机。蓝色的是请接，可以讲，还可以吗？蓝色的，那我因为蓝色的，然后大概放哪里？好，首先先去把茶青倒进去，倒两盘。倒完之后呢，推到炒青机前面，再来请接滚筒。再来之后，确定清空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把茶叶丢进去。请大家不要像那个你们平常，我知道有些人会把整个砧板整个倒进去比较快，对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考试千万不要这样。我们丙级的目的主要只是看大家的操作，你的品质，你炒焦了、炒没熟都没关系，只是要看你的动作有没有确实而已，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说那个要加速减速，这个要举手了，这个叫报告加速，然后最好停个五秒。不要马上就转回来，听一下，好，然后调回来，然后再报告减速，一样也是停个五秒，好，然后再把它调回来，然后再来排风，一样五秒。再来，送风，
样，五秒。OK。然后再来用长勺子检查擦筋，好，千万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，好，不许这样子，用长勺子，好，把它抓出来，摸一摸，放回去，好，然后炒青完成。啊，记住我刚有讲到重点，就是不可以直接放在地面上，要用那个矮的层架承接。好，炒青结束之后下塔。好，我要强调，它我们只是操作动作，我们不是要看品而已。所以你炒焦了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把茶青推到下一站第四站的准备。没有，这站没有。好，放到这里，这边有个准备区。好，放到这里等着。啊，如果前面还有人在揉脸的话，就去那边坐着。刚刚给你们指那边坐着。对。好，然后再来我们就扫地，清扫。刚倒茶青的地方，这边也要扫。以上就是第三站，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啊。